About life, about knowledge.山脉雄伟挺立，太平洋回澜壮阔，拥有多元种族文化及质朴人文的花莲，正是全球慈济人大爱的源头，心灵的故乡。汇集众人的力量，慈济大学于此诞生。拥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，让慈济大学成为一个适合学术研究与生活的优良环境。本校为正言法师所创办，民国83年正式成立，目前有医学院、生命科学院、人文社会学院、教育传播学院。秉持着孝训、慈悲喜舍的精神，为国家社会培育具尊重生命、以人为本的优秀人才，毕业后能回馈社会、奉献良能、济世助人。慈济大学现有校本部及人文社会学院两个校区，校地宽阔，坐山望海，校区完整，优雅舒适。校本部现有以行政为主的和敬楼、教学和研究的勤耕楼、福田楼，及结合药检、模拟手术室、解剖、病理、动物中心的大舍楼。大洗馆为内含8个水道游泳池、篮球场、健身房、韵律舞蹈教室等的体育馆，并设有学生活动中心，以提供同学更多活动空间。学生宿舍为4人1间的套房，网路线、阅览室、重量训练室、厨房等设备一应俱全。清幽舒适的住宿环境，让离乡的学子们可以在这里得到完善的照顾。图书馆典雅明亮，并与慈济技术学院、慈济医院、慈济中学、小学服务连结，师生皆可透过线上网络查询、预约及推荐购买各项图书资料。馆藏丰富而多样，并有舒适的阅览座位，可供学生专题研究的研究小间和相关软硬体设备。本校自创立以来，即致力延揽学有专精的优良教师，师生比维持1:10左右，所有课程均以小班教学为主，充分提高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，并以讲授与讨论并重的方式，培养同学主动学习、深入研究、发问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资源整合化、研究国际化为本校的发展策略，各学院间的学术研究也朝向科技整合型的方向发展。为了鼓励本校教师积极从事研究工作，设有教师研究奖助办法，包括校内研究室设置费、校外研究计划配合款补助、校内个人型及整合型研究计划等。在学术交流方面，近年来陆续与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、日本佛教大学、英属哥伦比亚大学、香港大学、印尼大学等将近20所学校缔结姐妹校外，
也与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订有一地教学交流计划，另与上海交通大学、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等校签有学术交流合作，积极推动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，邀请各领域学有专攻之教授莅临讲学，使本校的学术研究更具前瞻性与国际观。为培养学生沟通协调能力，本校也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，目前已有数十个社团可供学生选择，经营成果更屡获教育部全国大专院校学生社团评鉴优等奖。为了鼓励优秀同学，同时也帮助家境清寒的同学能无后顾之忧地专心求学，本校也办理多项奖学金的申请，其中慈济公费奖助学金是为了奖助本校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并培育慈济各志业体所需的优秀从业人员。学生在学期间不但有学杂费、食宿费、零用金补助，毕业后还可以分发到慈济各志业体服务。为了勉励同学养成学生简朴、端庄与整洁的仪容，上课期间同学均穿着制服，同时也鼓励同学能常养慈悲心。餐厅提供物美价廉的素食餐饮，对于不习惯素食餐饮的同学，学校附近的餐饮店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。本校自创校以来即设有的三轨辅导制度，包括有双导师、慈诚仪德会及諮商中心，形成全国大专院校中最佳的一种辅导方式。慈诚仪德会是全国大学院校中首创，由正言上人所精心挑选的慈济志工所组成，以父母般的爱心与智慧陪伴同学，使同学在生活、课业、心理等方面得到充分的照顾与关怀。尊重生命，以人为本，是本校的立校精神。因此，除了兼顾各领域的专业课程之外，本校在课程规划上着重涵养同学对于文学、艺术的欣赏能力，重视环境生态及伦理，培养保育观念，提高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。因此，本校设有全国最完备的人文专业教室，及规划一系列完整的人文通识课程。大爱、尊重、关怀、感恩，是慈济大学的人文理念与精神。因此，本校特别鼓励同学参与志工服务，借由社区服务、居家关怀、关怀弱势族群等各项人文活动的参与，开启学生心灵的另一扇窗。慈济基金会为本校最佳的支援与后盾，慈济的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四大志业遍布全省，包括有全省慈济医疗网、经典杂志、慈济月刊、大爱电视台、慈济广播电台、全省各分会，以及从幼稚园到博士班的教育志业，四大一体的志业网络成为学生实习与服务的最佳场所。另外，本校也开设有中等教育学程，提供同学另一个良好的学习与就业管道。慈济大学校区规划良善，师资设备优良，带领莘莘学子进入学术殿堂，并以开阔的胸襟和人文精神深耕，
提供全校师生在学术殿堂外另一个辽阔的视野。选择慈济大学，进入慈济世界，提前与全球接轨，让你的胸襟更开阔，视野更宽广，抱负更踏实。